起跑第一天，台北市国民党由副总参选人王如璇领军，民进党在新北市由小英副手陈建仁坐镇，群众们穿起绿战袍，手拿长剑、盔甲搭剑桥，忘掉蓝绿的对抗，我们希望大家放弃党派，务必要支持能够为台湾更好、为台湾创造美好未来的民进党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他们全部动算，打个好不好？他们是立委蓝绿版图，目前7-1，2016国民党提名7席，与新党合作1席，民进党只提名现任立委姚文智与资深议员吴思瑶。八个选区中，士林北投、港湖区、中正化区国民党的挑战者都有无党籍特上柯文哲加持，而选前较稳定的有松山区蒋万安以及资深立委蒋乃馨、赖世宝与费鸿泰力拼八仙过海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可以八仙过海吗？有，我们有信心。气势看俏，新北市现任立委蓝绿10-2，下一届民调内评估过半只是基本款，更希望能拼提名实习全都上。稳定领先的包括现任立委高志鹏、林淑芬之外，还有苏贞昌女儿苏巧慧以及新庄的吴秉睿，加上板桥张宏禄、罗志正都渴望拿下。这次喊出要全雷打，重要关键就是板桥东西两区啊都能够胜选，所以我们对整个新北市这次选举是充满了胜选的一个希望。2016国会保卫战，国民党力守席次，民进党拼过半，蓝绿板块位移决战北台湾。记者黄家伟、陈玉文、安心小组台北报道。